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朝玉，欢迎大家光临河南民族乐团2017音乐季系列第七场音乐会。今晚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台充满了古典魅力和东方神韵的经典音乐会《梦戏红楼》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全版主题音乐会。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文学经典名著之一。曹雪芹先生耗尽毕生心血才智创作的《红楼梦》，几百年来家喻户晓，广为流传，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外文学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以及世界的文化宝库，而且至今仍放射着璀璨的光彩。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为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历时四年多精心创作的全部音乐以及十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风格独特，情调高雅，旋律优美，在全国以及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地都掀起了《红楼梦》热，且经久不衰，深受人民的喜爱。由全部歌曲组成的《红楼梦》套曲也选入了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那么今年正值电视剧《红楼梦》播出30周年，所以今晚的音乐会我们也特意从八七版电视剧当中精心挑选出来10首歌曲、5首器乐曲以及诗词朗诵等呈现给大家，让我们共同领略这30年来这些音乐所带给我们的如诗如梦的遐想和美好的艺术享受。那么担任今晚音乐会演奏的是河南民族乐团的艺术家们，乐团首席、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河南民族乐团音乐总监、胡琴演奏家杜洪亚先生。担任今晚音乐会歌曲演唱的是青年歌唱家薛青、王媛媛和燕峰，合唱由河南省歌剧团合唱团担任。为今晚音乐会执棒指挥的是著名指挥家张烈先生，让我们有请。情无限，红楼入梦来，管弦鸣奏，把红楼梦境一一解开，一唱一叹，抒满腔惆怅，无限感慨。先请听《红楼梦》序曲。
迎春姑娘被父亲贾赦草率的许配给恶棍孙少祖，邢夫人把迎春接出大观园准备出嫁，宝玉失魂落魄的每天到迎春旧居紫菱洲旁徘徊瞻顾，看到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情不自禁，心绪难平，吟成了这首《怜香惜玉》的《紫菱洲歌》。下面请欣赏女声独唱《紫菱洲歌》，演唱王媛媛。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蓼花零叶不胜愁，众露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屏。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天生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一个情字刻骨铭心，一个爱字寸断柔肠。在冯子英家的酒宴上，宝玉和几个公子哥在寻欢作乐、开怀畅饮之时，仍不忘把情妹妹黛玉放在心上。宝玉唱的这段《红豆曲》，一句一个不字，分明字字滴血，一生一片真情，堪称千古绝唱。下面请欣赏《红豆曲》，演唱王媛媛、燕峰。
今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Oh.
是梦，是幻，太虚境里数不尽怨女与痴男。一曲晴雯歌唱出了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无奈与悲凉。请欣赏女声齐唱《晴雯歌》，演唱河南省歌剧团合唱团。赫赫扬扬大出殡描述了秦可卿死封隆靖尉，莽莽撞撞刘姥姥说的是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接下来请欣赏《红楼梦》组曲中的两首器乐曲，悲歌秦可卿和刘姥姥。
贾政发威将宝玉打得皮开肉绽，黛玉心碎，手帕上题诗倾诉衷肠，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彩线难收面上珠，最是多情林妹妹。请欣赏女声独唱《琵琶三绝》，演唱薛青。人有意，天无情，水中月，镜中花，
多少青春美梦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淫威下幻灭，多少恩爱情缘在风刀双剑、言相逼的凄苦中枉自嗟，终虚化。宝玉和黛玉这场有爱无缘的人生悲剧，不仅使曹雪芹为之泪尽，也使得200年后的今人无不为之痛惜和悲叹。请欣赏《红楼梦》主题歌《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终虚化。
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奴去也莫牵连。这是探春远嫁的悲鸣，更是封建礼教下无数不幸女子啼血的呐喊。请欣赏《分骨肉》。
乡绅甄氏尹家的贵小姐英莲，上元节看灯时被拐走，十几岁时又被卖到薛家当奴婢，成了乡灵，被薛蟠的恶妇夏金桂凌辱虐待，含恨而死。水样的女子不济的命，平生遭际实堪伤，如梦的花季倒时的运，致使香魂返故乡。再请听探香灵。聪明王熙凤，贪婪歹毒还是他，风风火火分明是贾府的顶梁柱，沸沸扬扬说好话干坏事弄权术，忙忙叨叨坑别人害自己更败家，凄凄惨惨，到头来果破席无归处。请欣赏男声齐唱《聪明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一玄玄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一场欢喜忽悲心，叹人世终难定。痴爱刻骨铭心，说不完宝玉黛玉的情，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看不尽上元节的灯。接下来再请欣赏《红楼梦》组曲中的两首器乐曲《宝黛情》和《上元节》。Thank you.
黛玉独守在秋夜里的潇湘馆，无情的风雨敲打着情正浓的女儿心，虽如花似玉，恰青春年少，叹凄凉人生却秋之将至。下面请欣赏《秋窗风雨夕》。秋草，桃花。
观众朋友们，《红楼梦》的确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而《红楼梦》音乐所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也是无与伦比的。那么今晚当我们在此重温《红楼梦》音乐经典，聆听那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旋律时，我想在座的各位也一定更希望能够更深层次的了解有关于《红楼梦》音乐的更多故事。那么现在呢，我就非常荣幸地邀请我们本场音乐会的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同时呢也是《红楼梦》音乐的主创人员之一，那就是指挥家张烈先生，一同与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红楼梦》音乐的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有请张指。您好，张指。首先要非常感谢您和乐团艺术家们今晚所带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那么《红楼梦》电视剧是播出了30年，而它的音乐也在观众心中传唱了30年，而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这种音乐会的形式来呈现的《红楼梦》主题音乐会也已经差不多有20年了，在舞台上的演出。那么我们都知道电视剧《红楼梦》音乐的作者是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先生，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所欣赏的这个《红楼梦》音乐会的全部曲目又都是由张烈指挥您来进行编配的。那么把这一部电视剧的音乐搬到舞台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动机呢？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好，其实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年前中国电影乐团，大家知道这个《红楼梦》的电视连续剧的音乐是由中国电影乐团录制的。当时呢，演出市场开始慢慢的拓展，乐团的领导呢就想，哎，我们有这个资源，有没有这种可能把《红楼梦》的音乐把它编成一场音乐会来演出？这样呢，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市场会怎么样，只是做了一种尝试。王立平老师当时是中国电影乐团，他任了8年的团长，当时他是艺术指导，他工作已经非常繁忙，加上社会上的工作，所以当时就把这个改编的任务交给我了，由我来完成，这是一个工作。那对您来说这样的二度创作难度大吗？应该说是有难度的。当时电视剧的音乐呢，录音的时候他是，可能有的观众知道，他是用了一个西洋的一个弦乐队，然后加了几件民族器乐的这个小组特色，是这样。如果变成乐团演奏呢，是完全要重新编配的，所以它有一定的难度。但除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民族乐团一个版本，您应该也是写了一个管弦乐队的一个版本，是吧？是的，这个民族乐队的版本演出10多年之后，就有很多乐团呼唤，说是能不能有交响版的，后来就又写了交响版。像这样，这个完全是以一部电视剧的音乐就形成了一整台舞台音乐会这样一个形式，据我了解在国内还是绝无仅有的，更不要说这台音乐会已经是在国内外演出了几百场，场场爆满了。那您能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就是《红楼梦》音乐会受到观众如此欢迎，获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刚才讲，我们经常看电视连续剧或者是电影，大家往往会了解到，哦，某一部片子会有一个片尾曲或者是一个主题歌会留下来，很少有像《红楼梦》这样有10几首歌曲，还每一首歌曲都写得这么的好，这么的深入人心。所以在80年代这个电视连续剧一经播出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的音乐生活并不是这么的丰富，所以呢人民群众非常的喜爱，是这样。所以《红楼梦》的音乐能够深入人心，前面也讲了，它被评为20世纪的华人音乐经典，这个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它能够有这样的演出的效果。那我想观众如此的喜爱《红楼梦》音乐，乐团恐怕也是如此吧。对，而且据我了解，这个近年来这已经是河南民族乐团第4次演出《红楼梦》音乐会了，就我很好奇咱们乐团是不是对《红楼梦》音乐特别的青睐啊。您看今天我们的音乐总监杜宏亚先生都亲自出马来做首席。是这个你问到了关键的地方。其实中国电影乐团在很早
这场音乐会呢就先到郑州来演出过。是的，在大会堂演出，那个时候杜洪亚先生当时是歌舞剧院的这个一个演奏员，他来听了音乐会。其实八七版《红楼梦》在一经播出的时候，当时只有22岁的杜洪亚就萌生了这个念头，他说：“哎呀，如果我们能把《红楼梦》的音乐编成一个音乐会的曲目，由我们能有一个民族乐团来演奏就好了。”所以当时他已经做过这个梦了，啊，然后这个梦终于实现了，是。后来因为《红楼梦》，我们的演出，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河南的民族乐团，也不认识杜洪亚先生，是中国电影乐团演出。后来呢，他们就找到了我，也说了这样的想法。最终河南的民族乐团由自己演出了这场音乐会，一直演到现在，在艺术上不断的成熟，每一次演出都有提高。所以河南民族乐团演《红楼梦》也圆了一个梦，也圆了乐团的梦。所以说真的是，我看杜洪亚先生都已经眼睛都潮湿了，真的是圆了一个梦。所以说也正是因为像杜洪亚先生这样一批有梦想有热情有干劲的民族音乐的工作者爱好者，才能够使至少先是使《红楼梦》音乐能够一次次的在中原大地上唱响，同时也能够推进民族乐团河南这边的民族音乐的事业的发展。那我关注河南民族乐团，我发现近年来乐团不断地推出各种音乐季呀、系列音乐会、品牌音乐会等等。那这是不是也是咱们河南民族乐团在职业化建设道路上所取得长足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呢？是一个乐团要发展，其实郑州的观众对这个乐团已经不陌生了。最近一些年，这个乐团非常的活跃，演了各种类型的音乐会，是要通过这种曲目的不断的积累和队伍的不断的壮大，这样呢来提升自己。我觉得河南民族乐团这些年，他们跟全国其他一些的乐团有一个不同。我知道我们的《红楼梦》音乐会在中国很多地方，乃至世界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都有演出。但是很少有一个团能够就是依靠自己本身一个团来演，包括我们中国电影乐团，我们首演的时候合唱团用的是中央民族乐团的合唱团，当时的领唱有郑绪岚，有谢林，对对对，还有好几位，就很多都是靠外部的支援。大家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河南民族乐团的演出，在整个舞台上所有每一位艺术家都是河南民族乐团，就是河南演艺集团的演员，这一点他们是跟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太棒了。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就是祝愿河南民族乐团能够借助现在所拥有的独特的这种历史文化底蕴还有趣味优势，能够在民族音乐方面获得更大的进展。那最后我还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红楼梦》音乐创作的一些事吧。我记得作曲家王立平先生曾经说过，他说《红楼梦》音乐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倾注了他4年多的心血才创作出这专属于《红楼梦》的音乐语言。那么作为非常熟悉王立平老师的您，既为《红楼梦》音乐进行了编配，同时又指挥演出了无数场的这个《红楼梦》音乐会，那不知道您是否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王立平老师在《红楼梦》音乐创作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或是难忘或是有趣的事呢？王立平老师他自己经常说他自己是一个情种，他的音乐从他的音乐里边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每一位有造诣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都有这个梦，很早就想触红，他们想写《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如果能够捞到一部让我来写的话，这是我一生的荣幸。是的。所以当时这个任务交给王立平老师的时候，他自己讲他特别高兴，可是他只高兴了一天，第二天他要写的时候他就发现笔下每一笔下面都是一个黑洞，他不知道该怎么写《红楼梦》。
因为《红楼梦》的书，曹雪芹提供了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非常详尽的描写。对，都有详尽的描述，可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音符留下来。所以用王丽萍老师自己的话讲，《红楼梦》的音乐是无中生有，是他编出来的、创作出来的。但是我记得王老师曾经说过，他在写《葬花》的时候真的也是开创了一个先河，是一个大胆之举哈。对，《葬花吟》我们马上就要听，这个《葬花词》放在王丽萍老师的桌子上很多年，大家知道这个音乐他一共写了4年半，这中间他写每很多首歌曲的时候都自己感动得流泪。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一番风雨路三千》，当他把这一句写完之后，自己就坐在那泪流满面。用他自己的话讲，叫一朝入梦，终身不醒。葬花词放在那里，他脑子里所有有关葬花吟的资料，就是电影、越剧等等过去看过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都是悲悲切切的。这个越剧在这个电影放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贾宝玉问紫娟，一遍一遍的问啊，哭着问。那么终于有一天，王丽萍老师他说他发现，因为林黛玉这个人是一个在这么多姑娘里边最聪明的一个人，葬花吟里的唱道说是浓金葬花人笑痴啊，我在这葬花，他说你疯了。那么他知道未来葬我的人是谁，他不知道，他是很清醒的，他看到很多很多人的悲惨命运，所以其实他心里边有很多的愤恨，最清醒也最痛苦。对，他也很痛苦。所以王丽萍老师说，我为什么不把葬花吟写成一个天问，于是就出现了后面那句最精彩的那一句，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我觉得这首曲子成为了不朽的经典之作，我们下来就要欣赏，请大家来感受他的这首问天。好，谢谢张丽指挥，谢谢谢谢。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独倚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愿侬斜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纸本劫来还劫去，强于污闹信渠东。而今死去浓收灾，未卜浓身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真的是太棒了。今晚我们的音乐家们通过他们精湛的演出，为各位展示了一部经典的音乐作品。那么为了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感谢，下面呢我们就再请歌唱家王媛媛为大家加演一首由乔宇作词、王丽萍作曲的电视系列片《聊斋》主题歌《说聊斋》，有请王媛媛。今晚我们所欣赏到的全部音乐都是由作曲家王丽萍先生创作的，王丽萍先生的代表作真的是数不胜数。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一定也都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部武打片《少林寺》当中有一首非常甜美的歌曲吧。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薛青为大家演唱这首由王丽萍作词作曲的《牧羊曲》。风沙，晨钟惊飞。
好，观众朋友们，今晚我们的音乐会进行到这里，看得出来大家还都意犹未尽哈。那好，最后我们就再一次请出三位歌唱家共同为我们演唱一首由王丽萍老师作词作曲的《大海啊故乡》，有请薛青、王媛媛、燕峰。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全部结束了，那我们再次感谢今晚全体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出。好，也感谢在座各位今晚的光临，祝大家晚安，让我们来日再相会。